想和漫威英雄来一起共进午餐吗？在新北市新庄区就有一间意大利面店，平价的面点还有炖饭是相当的吸引人，而店内大红的墙面的漫威风布置也是吸引了不少的同好前来。在疫情的期间也是加强了消毒，推出了外送服务，在内还有在外都是希望让客人可以安心用餐。就在新庄文艺中心对面中平路上，有一间非常平价但评价相当优质的意大利面餐厅 I'm Pasta。 意大利面很道地，然后我也很喜欢他的店那个炖饭，很好吃，很推荐。他的东西还蛮好吃的。一进入店内，红色墙壁的漫威风可说是相当吸睛，开放式厨房更让所有注重卫生的客人都可以吃得很安心。最重要的是，店内的意大利面及炖饭等等餐点平均100块出头， CP 值超高，天天吃也不伤荷包。 CP 值算是我们最主要的出发点，然后可以让学生或是家庭客以及上班族小资族都可以轻松的进来，然后都可以吃得很开心，因为我们才100出头而已，很便宜。它就是加35块就会有两个餐包，然后跟一杯饮料，很优质。对，它的价格还蛮便宜的，比外面的应该价位还再低一点点。虽然价格便宜，但是用料非常实在，酱料几乎都是自己做的，海鲜食材更是精心挑选。我们店里的酱料全部都是我们当厨自己做的，然后都不含防腐剂，全部都是新鲜食材，然后绝非调理包，所以请大家吃的安心。像我很容易过敏，然后像我吃它的海鲜都不太会就是有过敏的反应这样子，所以我还蛮常来就是这个原因。挑选优质食材对很多喜欢吃海鲜但却担心不新鲜的朋友来说，真的可以很放心点海鲜相关餐点。新冠病毒肺炎的防疫期间 ，I'm Pasta 也做好万全准备，让所有朋友都可以吃得很放心。那客人的部分都会量完体温以后，再请客人用酒精消毒。最后客人离座以后，我们还会用酒精擦拭桌面，让大家吃得更安心。防疫期间，外送外带同样超方便。精选食材的百元意式料理 ，CP 值超高，人人吃得起。堪称小资族的最爱，欢迎大家赶快揪团一起来。以上新闻，记者林正杰新庄采访报道。